全部把他 KO 掉，左一拳右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，左一拳右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一个人，我们两个真的有挂牌的朋友啊，不得了，正式挂牌上市，郭姓存，不同的级数的，一个是69公斤的，另外一个是58公斤的，得了哎，世界这已经定下了一个算是障碍了，举重障碍。他破世界纪录哎！哦，这个四大运的纪录在那边顶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一举把它破掉，还是你破了自己的纪录？上一次的四大运是我。这次的国际赛事啊，四大运我们办得挺好的。一开始大家对于四大运还有点冷处理，有没有啊？谁要去看呢？抢的嘞！真的。有一些比赛啊，重要的中华队的出赛的场次啊，哦，还有我们的选手啊，能够入到最后四强的啊，都是人满为患，一票难求啊。两年前在哪里办的？广州还是仁川？韩国广州，广州，你在仁川参加的是？他参加太多了，记不得了，他去参加露营了，他去参加亚洲童子军大露营。你讲说打他干嘛？哎，陈哥不要这样，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这里面唯一可以把你轻松举起来的，真的。举一下，举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郭姓存他抓举就107公斤了，他轻轻松松单抓举107，像抱婴儿一样，对不对？他挺举142，哎，开玩笑，那两个我哎，没受得了。哎呦，一个半的我哎。为了你们的精彩表现，我们准备了好吃的内容给你们。最气人的是，你看得到，不见得吃得到。没错，玩游戏，好不好？不能埋怨啊，因为游戏规则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啊，郭立存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哦，来，预备，看到我，帮你帮我收，帮我收，预备。开打！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哇！怎么会 ？KO 他！你一个人全部把他 KO 掉。怎么会？我一个人战三个人。来，别！哦，开打！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大家一起收一拳。我真的好想赢韩国，哎，不对，来，好想喝鱼汤，开动了，酸辣石目鱼汤，对，卡，卡，卡头吗？咦，闻一下吧，哎呀，我要闻，我要闻，哇哦，煎过的不一样哦，吃鱼肉，吃鱼肉，吃鱼肉，不认真，鱼肉，鱼肉，卡，卡，哦，洪焕廷讲的卡好道理哦，搭配他的人吗？好像泰国人。我之前去泰国的时候，那里的人都以为我是泰国人。没有，他不用到那边，就人家就觉得他是。我妈出去泰国，然后在高雄小港机场要出去啊，然
然后我就去逛那个店，然后那个小姐就说你要去哪里，我就说泰国，她说你要回家。她难道没有觉得你中文很好吗？而且我还穿我们代表队的衣服，太过分。